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无记得要向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软气生财，结气招财。软气生财，结气招财。什么意思？这干那看字面就知影意思啊！无论拄到什么代志，咱爱忍气，爱忍耐，才会当发财，才会当赚到钱。尤其钱若要来，莫甲伊急去，钱就会进入咱的财库。啊，我知。有一遍我咧驶车，是一条较细条的路，慢慢啊驶。安全第一嘛。这时后壁有一台车，一直甲我四面顶在甲我超车，我著慢慢啊驶到边仔咧，等让伊经过啊。我想讲，伊著超过，啊就无代志啊。结果，哇，伊驶足慢的哦。好啊，我想讲你驶足慢的，我著缀你驶足慢的。驶到我要越过别条路，伊已经超过迄条路口啊。结果，伊个北部道路。伊就开来砸伫我个头前，啊！我想讲，害啊！即世人毋知影，过啊，我着停在路边。伊人一转落来，我窗仔门夹落来，伊就讲歹势，即个，我着毋知影倒位有即世人啊！伊讲，你是安怎开车个，安怎安尼？伊直讲即个。结果嘞？袂啊，伊就讲好啦，我甲你计较。好佳哉，你有忍起来，忍起来就无代志啊。啊，你有看顶一阵仔电视咧报，迄间人后壁个车，甲伊叭叭尔尔，伊着车甲砸落，为车底摕物件要甲伊拍。哦，足恐怖个。也有搁较危险的，一个就是高速公路后壁车要甲超车，无意中去甲伊撞着，伊就随停车要甲人理论，门拍开一落，就随去予后壁一台车落去，性命煞丢去。你嘛伤过恐怖啊！哪有啥物通好理论的？所以我感觉咱的 EQ。情绪管理爱足好个，你个 EQ 若无好，真容易就会甲人起冤家相拍。对啦 ，EQ 管理爱较悬，毋通火气大到安尼，即对代志无好处，所以爱和和气气，安尼才会当甲代志办得圆满。受气是无法度解决代志，所有个代志。忍一下就过啊，所以今仔日的俗语就是劝咱大家，做人处事毋通争一时之气，爱以和为贵。感谢大家。